队长，怎么样了？都值班齐了，齐活。这位可是个大家伙，不比以往，得确保兜得住啊。放心吧，只要他来了，保证跑不了。行，这是唯一的水源，明天早上一定有收获。盯紧点。好。现在怎么越来越懒了？啊！想当年在三关口，咱喂他花吗？两天两夜不吃不喝。你现在，你说，我觉得这次有点难弄了，死一个跑一个，这么大个就咱俩。现在不是钱的事了，就算他是一条龙，我也要揪他两片鳞下来，叫人帮忙。哎，等一下。前面左拐。老爷子，怎么样？要不要歇会儿？我没事，不用担心。别看我爷爷受伤了，走起这山路啊，比你们都要快。山里人习惯了。要不你们歇一会儿？啊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好，歇会儿吧，爷爷。谢谢啊，客气啥？哎，那老爷子，你们来这干啥呢？这不是到季节了吗？进山来采点野蜂蜜。你们怎么会被蛇王攻击啊？不知道，估计是被什么东西激怒了吧？你们怎么碰到的？哦，我们是在一个废墟里，像是古代的建筑。哎，正想问您呢，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种建筑啊？你说的那个地方，我们叫大古庙，也有人称之为是洞玄寺。什么时候建的还真的没人知道。你们怎么跑那去了？我们山里人都不敢进去，也没人进去过。哎，我们是误打误撞进去的。哎，老爷子，就这么长时间了，从来没有外地人来找过蛇王吗？类似于搞调查的。有过，好些年了，一些美院的学生来画画，
无意中发现了蛇王，报告了以后呢，就来了几拨人调查，调查了几个月也没什么线索，就撤了。后来呢，建立了自然保护区，应该跟蛇王有点关系。老爷子，要不我们边走边说吧。走。两个兄弟，大飞、洪泰，叫朱哥。朱哥，行不行？没问题。既然来了就是兄弟，不会亏待你们的。交代清楚了，干活。逃过那一劫的呢？逃？他真想吃了你，谁逃得了啊？那天我们爷俩安营扎寨的时候，就觉得不对劲，还没反应过来，蛇王就来了，一尾巴扫过来，那是人仰马翻，我这胳膊也被撞断了。好在他没害我们，这才捡回了一条命啊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别动！你们这是干嘛呀？都不用紧张，我们一不接财，二不接色，就想打听件事儿。打听事儿就打听事儿，这是干嘛呀？把人搞什么？没瞧见主动权在我手上吗？想打听什么？你倒是问呐！前面听几位在聊蛇王的事儿，也说给我们听听。我们就是随便聊一聊一个蛇王的传说而已，逼我什么？啊？别！我们是真不知道啊。那蛇王我们也只见过一次，搜一下就不见了，谁知道去哪儿了呀？你说。我真不知道。我真不知道。我给你评了。我知道，从这过去半天的路程，翻过一座鹰嘴山，见到一个山洞，这个洞就是蛇王的巢穴。说完了，放人吧。放人。把自己捆上吧。